这边是中板橋的北口，然后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很有名但是非常非常少的咖啡，我已经跟你讲了一年了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去。每次来的时候就碰巧他不开。因为他是定休。很多人以为是这家，是不是 Cafe Plus？ No， 今天我们是去这家。今天呢，我们是去他旁边的这一家，叫 One Room Coffee。味道吗？喝起来不错，好吃对不对？